刚搭建了一下。我们重新来再给你们讲解一下。搭建的话是阿帕奇数据库5.6 ，PHP 也是。我们上传上去之后，然后找到这个。改成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名，然后我们创建数据库，然后导入数据库，导入之后，这个是我们的后台，后台的话账号是 ADM，然后密码是123406，房间号是1。然后我们登录。你有新版消息，请注意查收。我们测试。然后这里是登录页，我们这里的话是可以微信登录的。它这里有个设置可以微信登录。随便注册一个账号，注册然后登录。这个登录界面完全可以改一下，这个太丑了。我们采集的话要开一下，采集的话这里是一个计划任务，这里设置每分钟一次，然后我们执行一下。这个采集的话，我刚看了一下。北京快乐包，这个168的一般的是正常的，这个采集是正常的，开启啊，是没问题。我们要去启动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管理，然后我们要点这个运行机器人，运行之后它就会自动消除这些。然后这里还有什么方案啊，这些都有。好了，就很简单，教程就到这里。